这个现在之前给了完的。啊，买的时候就了完了。这不大是吧？这肘子。二斤左右。大肘子安排上。嗯，来吃大肘子了。打两刀。入入味儿。我焯一下水。上点水。嗯。可以喝。早晨我跟我妈喝的汤。这汤做的可不错呀、啊。不错，你看。这汤给你爸留的，他也没回来喝呀。这一会儿蘸点辣根焯一下子。四点钟才烫一下，烫一下子完了。我寻思这鸡蛋汤，紫菜鸡蛋汤给留着。不用睡，你给我好样。我爸整的老寻思了。这话吃的不得讲，吃的东西买来能吃。我傻。红豆酱、老抽、料酒、这生抽、盐不能忘。好嘞，冰糖、葱姜、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花椒、大料、八角。上水，上水，看看色系。色系还得高点老抽好像吧？这红坑的。红坑的。嗯，再来点老抽。这回错了，这回行。哪个档？这有牛羊肉，牛羊肉不行。不是，这是豆蹄筋儿。豆蹄筋儿。这是肉排骨。肉排骨，我看看豆蹄筋儿，那差不多。那来吧。哎，这个行。45。45就完事儿。领我妈是上市场这溜达一圈儿，买点大饼回家，大饼卷肘子。今天我妈说烙就不烙了，不烙一烙和面就多吧，一整就多哈。你吃吗？妈，我少吃点吧。那就来半张啊，还是来一张？来半张就行。来半张饼，姐。两角，多少钱，姐？那个250。大哥他们那不去那搁这边吃过饭吗？吃过，那天装修的时候都搁这吃吗？也天天搁这吃、啊。陈师傅他们都搁这吃。来一个，一个够吗？来俩。那两个。我爸说要一个。一个不能够。一个不够，两个也这咱一放吧，咱一盆。两个多少钱？3块。这4块就行，买来4块的吧。挑这嘎达平的说的。要葡萄吗？不要。这是大黄瓜，那再你插就得了吧，插也行。嗯，这切不好切，这黄瓜。嗯。嗯。不咋地，咬不动。嗯。这皮硬。插这黄瓜，你看这味儿。嗯。四零。啊。味儿不一样。那哪一样？没白种。今天这黄瓜，来年再好好种。那好好的，你这都尽力了吧？你这尽力了，再尽力。你这东西不能少，不能满足。籽儿不行。你不是籽儿不行，还是人不行，还是人哪嘎有不相当的地方，没整明白。那你人就那样了，人还能换咋的？人技术不行啊，人不行。那有点吧。那有动不行，老太太有动。行了行了。不是那种那个小木耳，一个一个那个，嗯，这是从树上长的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那俩像个小枕头似的，是不是？黄瓜就是不知道咋回事，晚听话，不知道咋回事啊？减减肥就好了，来年，人也胖，黄瓜也胖，嘿嘿，我爸来点干豆吧。那你凉菜不够点干豆干吗？哎，粉皮儿扔里了。啊，粉皮儿够一的。用帽。哎，这是万能的。蒜呢？蒜到里了，盐是必高的。这我爸最愿意吃凉菜。哎，我隔夜卖这回，这是辣椒油哈。嗯。这得来点，这少来点，不辣吗？嗯，不辣。少来点味精，这白糖罐子没了，你咋？没了。嗯。那天炒西红柿高了一把。
可能是过来。有那辣辣椒油，那个什么炸油帽的油，再加辣椒油就够了。不愿意。大凉菜。吃凉菜保证好吃。嗯，杀一会儿。对，两分钟。那点叶子都像你给搅没了吧？这净干了你。你这招管用不管用？卖花那人告诉讲。你这不越嚼越小吗？你越嚼越小，你这边儿你它不也完蛋吗？完事儿一个菜，收拾真是像样了吧？那必须的。这猪肘子本来它就黏哈。你肉皮呢？它就黏。汤就发黏。慢点啊。再来两个小葱，妈上菜。现在大肘子挺好。也不得手把羊肉，手把羊排，咱今天手把猪肘子。你妈是吧？那个就整啥菜今天啊？开饭猪肘子，这惦记好几天了。这不就下来了吗？这大块就吃呗，这大块行不行吧？行。都烂乎了，够快一锅都掉了。就是焖的时间短，这样事儿行。这外边烂乎了，里边稍微差点劲。嗯，你看你这左撇子更好使，我这就会正手，左手啥也不知道，不会。左手右手不都得会吗？你们这俩手都会。这玩意你不是靠压，压是有时间的，主要是焖。焖的。主要是焖。你像那个结婚那俩，我都焖一宿。办事儿那个，我到那块给他焖一宿。啥？做啥的活？来吧，吃吧。来，你一筷子吗？我来点柠檬水儿，还是那时候整的柠檬呢。你来不来吗？啊，你不来。我来点啥？豆浆。我给你造肉皮，肉皮带点肥膘的香。哎呀妈！我爸整个凉菜可酸了。酸啥酸呢？一点。嗯。这黄瓜酸呗，不说。那黄瓜不酸，那黄瓜它没老的酸呀。老公你也吃呗，吃肉不胖。我吃瘦肉没事儿。嗯。吃两块。好嘛，真烂了。这大坏了，这大坏了，你吃吧。你吃呗。你吃，我不吃皮。嗯，拿来吧。没事。我早我都不吃这皮，现在这块好吧？现在没招呢。我不要，我自己来。没招呢，吃皮咋的呢？那牙不好呗？牙不好，我吃这个啥瘦肉，大名人，看人家这么吃吧，就得搞点小葱啥的，这直接这么来用吗？不能搞。这生菜越拽一个就高了，就拽的呗。你这小葱啊，那个有八寸长的。你都给整，我修的。来的。这行，这生的也行。嗯。来，妈给我揪一把，揪折了。你也没那啥，高粱那些辣。那有鸡蛋酱呢。哎呀妈，你咋这么回事儿？那冰箱旁边呢？不要鸡蛋酱，你这又不是卷的啥，你是还鸡蛋酱？你刚那些菜不搞鸡蛋酱？那不要，就放地进去。大米碾肉，嗯，好吃，还行，隔着味儿。你肉吗？没有。你别卷了吧，你这卷不适合你，你就这么吃吧。我不卷。不管你说你吃啥都香，你慢点吃你也赚点。嗯。吃点菜。嗯。你吃肉吧。吃的。就完了有。
我爸原来给屯子做饭的时候，谁家结婚给屯子预备席的时候，总做着扒肘子，天天做，你做一腰做好几十个，那比这烂糊是吧？人家高多用桶里头，光来高一宿，闷一宿。这个又好，这都是瘦的，那吃肉的，瘦的，也别都吃的大肥肉。我要肥点的。不行，你岁数大人，你更不能吃那肥的。你这多吃点这瘦的，太肥的就不吃了。这块跟着筋头的呢。这骨头你啃不啃？骨头刚才一会儿啃。这都别给了，这咋多烂乎似的？不用给我刀了，一会儿啃了。不是，它烂乎，给它肉给它杀下来。筋头多。骨头棒子这个。骨头棒子我吃。没啥肉的。你吃那个筋的。这也是个。那里头都是肉。他老姨说，我看他今儿那视频说，海伦用六块钱一斤走啊。是吗？嗯。妈。六块钱一斤啊！他们也买的生的。啊，我看老爷不做的。那海伦的猪肉那么便宜？老便宜了。猪肉才九块十块钱。这不就出来了？嗯，管。那年。啥？那年是搁哪儿？搁那个租房那嘎子住那个楼下卖那个骨头酱骨头，咱俩还买过一回呢，是吧？嗯。叫那大胖骨15块钱一个，那家伙老大了。完，我俩一人买一个30块钱结账单。那是走，对吧？都15年的事儿了。那咱吃啥都香。那吃一个真贵。猪的大胖骨啊？啊，就猪大胖骨。多大呀？没多大，就跟那比这个跟那差不多。就这大。那还15块钱一个？那10年前。那那么贵呢？那么贵，熟的都不那么贵。哎，那香，那个是纯的那啥，不是那种就是冷冻的猪肉，是吧？嗯，吃的香。这边的卖冷冻猪肉的多，大连那边的冷冻猪肉少。嗯，我大哥那他们一整就散养。其实我更不得意的散养，太肥。嗯，太肥了。太肥。但是肉吧，吃的是挺香。没有，他那肉是啊，你没看，你没细看。嗯。买回来那个肉吧，顶上一层油汪汪的。嗯，是。你买那个像咱平时买那个冷冻肉，水唧唧的，又光锃亮。不是，咱那是冷鲜肉。是啊，你那肉是真不一样。他那嘎那个菜市场就专有几份儿，就专卖这个肉的。我爸就愿意买那样的。那肉你吃的口感不一样。香是香，但是你得硬肉，不硬肉吧，我们买就是肥。买打眼了。那肥肉标的瞅着冒油。嗯。咱们这也有，就是卖那样肉的。你这么什么二师兄啊，这那的不都那肉吗？但是买的肉人不是很多。啊，这肉吃不了，你给我明天热热吃。热都不要，不吃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还能吃两块。完了，整不下来。整啥干啥？你往别开，能别开。待会儿慢慢别吧。嗯，就这些完事儿。嗯，行吧。嗯，也没少吃，没少造，关键我吃的快。再来两口凉菜。嗯，吃点凉菜。你来瓶啤酒吧，你好几天没喝啤酒了。啊，这菜一会儿就来点了，留着呢。你这我这不一不喝酒吗？给我爸整的，他还不愿意喝了呢。嗯，要都喝的话，有点气氛，愿意喝点哈。不喝。今天喝点啤酒。你。谁呀？你。
那喝一罐啤酒啊，这么好菜你不得喝呀？你说大肘子，嗯，我家不咋吃肘子，其实一年能吃个两个呀，也就两个。这是那回我大哥他来我买的，后来没吃。肘子大骨头现在都有点不行了，嗯，都有点淘汰。大骨头不买不咋爱吃了，今年一年都没吃大骨头好像。来呀，来个白开水啊，干杯，干杯，不是八加一，来吧，哎，来吧。啊，我没了。来一口来。没了。来。我爸喝的慢，他慢慢喝，我吃饱喝足完事了。嗯。啊，大肘子吃不了，一定吃不了，明天再吃。重要的事情重复三遍。明儿见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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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